看最新消息，来看到国民党立委徐巧芯，他的大姑夫妻涉入了洗钱诈骗案件，导致徐巧芯也被质疑是不是帮婆家来瞧这个贷款利息呢？而对此，徐巧芯的婆婆是发出了最新的声明，她说对于外界质疑的一屋三贷啊，还有这个官说利息都是不实的传言，除了严正驳斥以外，她也说如果再有不实的指控，将会追究民事跟刑事责任。